谁告诉谁说的？谁说是讲师？可不是讲师。他有关注的。哇，这个这好白呀、啊！那你或者效果调一下也可以。这个太白了。嗯。哎，它就是各种什么呢？位置可以吗？位置可以，我们就开始。行，我们在这里吧，这里吧。等会儿就再开始。不用，直接分享。那直接，我先说话，他们能听见吗？是吧？哎，能不能听见？能听见我说话吗？能啊，哎呀，能就可以。你们要过来吗？你们要过来吗？不用，你就直接把我们分享到那个微博。分享到微博是吧？哪里？你抄录的，我来看有没有。这个吧。嗯，对，微博。微博。嗯，好的。好。完事了啊。那交给你吧。好好好。Hello， 你们好。哟，好白啊。这么白，这怎么才5000也不行啊，这好不容易直播，咱们不得500万打底儿，是不是？哎呦，怎么停电了呢？我的天，啥情况？能还能看见我吧？看我们这个现在是手机打的自然光。啊，挺好的。我觉得我们这个有种特别像家的感觉。哎，帮我打上，要找一下位置啊。那行吗？看完了啊，放药。等会儿啊。来，你们来，问这位朋友，头发剪，哎呀啊 ，Hello， 刚才这翻呢，到了解放前，坐在那什么吧，我他们处理处理过。